今年的梅雨季，乡亲旅游感觉个无落马意。如果因为雨落加过少，空气污染又过多，吉隆屯阳明山出现的酸雨，同时给酸土屯酸池供用氨酸。五月份应该是游浸水的季节，不过今年落水不是当下面出现产生酸雨的机会变高了。气象局的资料显示讲，五月份基隆雨水的 pH 值是3.9，阳明山的温铺是哈纳带是3.2，阿用的酸土比头马头水哈纳酸老出强弱。因为久没有下雨，本来大气里面就会累积呢比较多的这个悬浮性的有可能酸性的污染物在其中。那加上降水比较少，所以所谓的我们常讲降水下来后，可以把空气刷干净，这个稀释作用就比较相对就比较弱。复杂空调俩应该是部分的现象，仅仅个原因还会进入破解研究。不过出现酸雨最主要的原因是空气污染，除了本体之外，也有部分是从中国发南天气背过来的。之前表示讲，两种酸雨对皮肤不好，民众会特别注意。一些代谢废物，那有时候经由这个转变以后，它有类似像硝酸一样的情况，如果接触到头皮或皮肤，就容易产生这种刺激性的接触性皮肤炎。医生提醒，落酸雨的时节最好是擦早也是着睡衣，避免造成皮肤过敏冒受伤。另外，学者也表示讲，遇到冬季正开始落水，可能会产生酸雨，也是节最好不要出门。